等等，现在是半夜12点，为什么老板会看到你在群里吐槽他？圆圆，你好像发现了滑点。你们连自己公司的颁奖典礼都不看吗？加班赶稿，得补充一点能量。你就让我吃一口吧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求求你了。吃完自己收拾干净。你要不要也吃一点？我吃烂的。背景都处理完了，内容也都帮你校对了一遍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啊？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？还挂着黑眼圈的人就别说我了。对了，给你买了早餐，快吃吧，吃完陪你去公司。谢谢。你都这副尊容了还去什么公司啊？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朱建清，来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我的魔方，你动了。什么魔方？放桌上的魔方。我没看到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一不小心把它当成垃圾扔垃圾桶。我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把垃圾放到外面，被阿姨拿走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搬出去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不怕遇到坏人吗？你把魔方找回来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那天我说的有点过分，你别往心里去了。是因为喜欢上我才不敢回来。如果你真那么喜欢我，我们可以取消协议真在一起试试。你回来了。回来好久了。哎，你要吃面吗？我给你煮一碗。
我给你发微信，你看到了吗？什么微信啊？我手机放卧室了，没看见。哦。还有就是，我上次说话太重了，你生气，离家出走，我可以理解。我什么时候离家出走了？那件事就不提了。不过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所以这阵子在我身边才这么辛苦。其实我可以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每天偷看我？我看你是为了给同事通风报信。那扒虾呢？那是因为我以前干过扒虾师，有职业病而已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你呢？我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嘛。不喜欢最好。六个八吧，顾南正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你把手机还我。不给。你把手机还我。不给。你给我，还我。不给。还我。你还给我。给不给你？给我。心情刚刚好。给我。爱的讯号。心底